陈赫第一视角，他来了。这边有陈赫赫哥的第一视角，大家可以真正的跟着赫哥学理解了，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腰设计的天花板。这盘四排，我跟赫哥的画面会来回切换，哪边战斗就切哪边，认真看，认真学。反正赫哥的枪，我觉得装不装瞄准镜其实真的无关紧要，只要有个激光就行了。大家都在哪里啊？王教，我在六号点。小黑屋有人。嗯？小黑屋有人。对，他拉了拉链包。我在花街下面，我在花街木楼梯了。我在下面了。你在哪儿，史密特？我在那个蓝天白云。他还在里面吗？对。你这怎么回事？谁破窗？这咋回事？史密特听到啥？他还在里面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红塔那个直楼，蓝天白云红塔那个直楼梯。你死了吗？我死了。十八在哪？我在绿卡这边，这边有个玩家，我都在哪？要不我来帮你们？嗯，没事。武器在哪？我在六号点。你没上去吗？没看到有人上来。你才就一个吗？哎，我这边打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也不像话。这边有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那就是红卡里一个，然后小黑屋一个，想听听。这两个人是一对的吗？怎么扔雷了？他在丢谁雷？在丢红卡。这两个人不是打了一波小架，直接打掉两个。哇，这个 timing 抓的我真的，兄弟们，他这个杀出来这个 timing 正在我想跳过的时候。打死一个。打死两个，我去谈。看见没，兄弟们，我只想说开镜算赫哥输，腰设计的天花板。我到污水。没人追吧？暂时没有。不行啊！哎呦，没带备弹，但应该够。我这边杀两个，你那边杀两个。对呀，录下来了。但他这个雷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，是不是红卡里还有人啊？我看一眼。然后来到这边准备舔包，舔包的时候就听见有人在打药包，说明附近还有个敌人。红卡里面看到人，冲进来。你进去了吗？进来了，我在。那他们刚才扔那个雷什么意思？哦，还有个玩家。我也没看到。
哦，我这边还有个玩家。要帮忙吗？不知道。他哪打的？在哪儿啊？听他打来的声音，我感觉是在机房里面，所以绕了一手。哎呦！哎，我晕死了！他真在这儿，我竟然没看到他。哪儿？在机房双扇，机房外二楼双扇门。走，武器。听见我嘎了，然后何哥跟七哥来帮我报仇来了。他在哪儿？这还死了两个。啊，楼下。听见地下拿闸，何哥判断出敌人在楼下。直接下绿拳，我直接下绿拳。有两个人。何哥，你在双开门对吧？对，双开门。哎。我后面有声音，这采铁机库啊，这么多人，看何哥这个脚步好像是想去南旋绕一波啊。你看着绿旋啊、嗯、哎呦，没带备弹太蠢了。二楼方帐篷好像是 MK，三个有弹夹，没拿。搭电梯了。嗯。尴尬。还在绿旋里，啊，你直接下了吗？我跳断腿房打死一个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你在哪儿？你在断腿房吗？断腿房露出来的是你吗？你叫？对对对，是我。OK， 那是我。你看，你看一下那个，你看 ID 叫什么？我去看，我去看。不行，应该还有一个绿旋里。OK， 你有听到吗？叉杠 CH2O， 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谁扔雷？他扔的，他扔的。他丢断腿房，有人丢断腿房的雷，他以为我在里边，好像。但他可能从绿旋从那边出去了。哦，他到机房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对他，对对对，他有可能是知道。上蓝旋，哦，啊，咋了？在绿旋里，绿旋应该下来干我。完了，我这位置太尴尬了。你死了吗？马上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在哪儿？现在在哪儿？还在绿旋吗？对对对，我在电梯里，他在。你别跟他对了，你别跟他对，你别跟他对，你回去啊！马上就要死。回，你别对别对。他在喘。别对。大喘。别对，你别出来，我扔雷。他进绿旋了。
OK。好了，又是一波妖兽带走敌人，怎么聊，兄弟们？真的，哪怕能学到赫哥十分之一的妖兽技巧，我真的进局里也不会白给那么多次。记得有一次我问赫哥说：“赫哥，你的妖兽为什么打得这么准啊？能不能教一下我，分享一下小技巧啊？”赫哥说：“做深蹲呢、啊。”怎么聊，兄弟们？这边，对，哎，哇，我一下来就是 ，Oh shit。别死！我到李泉下面啊，我治疗一下。我靠！差点死了。哪个是你？他在机库。死了！哇！他直接掏出手枪要打你了。他正在掏手枪啊！哎，有 AI， 快帮我架一手，你在吗？哪里？蓝旋，我快死了，快帮我架一手。等架的时候你要小心啊，我站不起来，我站都站不起来。我知道，别站。这我不站该怎么办呢？就在那箱子后面，可以，对。他们在哪儿啊？他在一打你的是在那个左边墙角。我靠！疯了吧！哎，我死了，漂亮！哎，这谁能想到这有 AI 啊？好的，最终只有七哥出来了。18每晚在抖音直播，想学你姐的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见。